国历的是2月21日起，博世界道场将于莺歌满院寺举办为期三天的岁末祈福法会。大众共同修行，以同样的方式、相同的目标、共同的心态、同样的作息时间共修，就会形成修行道场的气氛。其中只要乃至一个人正常修行，就会使全体导入正轨。我们那么多人来参加共修，我们可以交换大家的心得，哦，来交换大家的心得，然后讨论大家觉得这样是好还是不好。啊，交换不出心得，还可以来请教师父，这都是可以种种的方便，跟我们自己在家里修行，哦，就是差很多，可以很方便的地方。当然，自己在家修行也是有好处。如果你的道心够坚固，我们的修行方法很清楚，次第很正确，我们可以在家一个人，今天我们想，哦，修持金刚经，我们想修持多快多慢几遍，我们都可以自由决定。那当然来到道场就不行，大家要比如说大家来诵金刚经，哦，要做到异口同音。为什么要异口同音？要先学习放下自我，大家团体一定要学会大家团体一起生活、一起修行的方式。我们自己回家自己修行才知道方式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。所以来到道场一起修学，就是有非常多的好处。当然，师父说的只是一部分，还有很多是，哦，包括可以来道场当义工，哦，来修福报。不然，有些人觉得啊，我都来修行，可是我的家人、我的儿女，他的事业还是一直没有进步，那为什么？福报不够，哦，光有智慧没有福报，在世间不容易觉得我们可以如意，哦，当然智慧它还是解脱的根本，可是有福报我们修行的道上可以更顺遂，善知识善因缘可以更具足，这就是一切帮助我们可以走向更顺利的修行道上。国历的是2月21日起，佛世界道场将于莺歌满院寺举办岁末祈福法会，带领大众恭诵法华经，欢迎十方大德坛月参与盛会，共结法缘。十方新闻记者赖一荣台北采访报道。